数据库档案载入中。经过漫长的准备，终于空之律者凭借实验体 K423 的身躯再度复活，它将成为我计划的钥匙，开启未来的大门。 K423 能有如此巨大的成长，这一切都要从半年前的那一天，他们追逐战舰月光王座的那天说起。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，我要深入他的过去，挖掘所有的秘密。
出来陪我玩。妻子，飞机坏了。解释的话以后再说，我现在就给你安排新的无人机。沧海是危在旦夕，为了这里的3000万市民，我们天命必须阻止这艘失控的战舰。准备出击。八重音。要执行星，已经很久。已经就位。提安娜，报告情况。我已经在甲板上了，一切顺利。姬子，纠正你多少遍了，不是姬子，是姬子少校。现在距离战舰自行坠毁大约还有30分钟。我们一定要取得这艘战舰的控制权，绝不能让它摧毁沧海市。你的队友也已经各自抵达了预定位置，待会儿他们应该就会联系你。牙医，你说的是牙医对吧？马上就可以和牙医会合了对吗？你给我冷静一点，不要满脑子都是牙医牙医的。刚才和你战斗过的帝王级崩坏兽现在已经不知去向，保持警惕。哼哼，等那种笨家伙缓过劲儿来，本小姐早就把战舰开回家了。小心，回收完成。
这一次的表现不够完美。已经就位。Tiana，这里是牙医，我已经安全抵达目标区域。牙医，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去你那边。等等，我们应该按照作战计划。我们可是最佳搭档，不在一起的话，不就事倍功半了吗？你是想说事半功倍吧？哎呀，管他是什么词儿呢，作战计划里不也写着视情况灵活变通吗？你好好等着我就是了。要休息一会儿吗？小角色。清扫战场。有些棘手了。任务已经完成。啊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。有一百个人的力量了。一百个人的力量，我又不是什么超人。不，只要牙医在我身边，就已经感觉获得百倍的力量了。真是只有 Kiana 才会说出的话呢。已经就位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提安娜，你要是再这么灵活变通的话，下次可就不安排。你还记得吗？这次我为什么安排你和牙医搭档？啊，不是因为我们心有灵犀吗？提安娜，正经一点。出发前，姬子少校不是专门嘱咐过的吗？让我们好好利用属性克制，不同的女武神装甲能压制不同属性的敌人。那种东西，本小姐的，但愿吧。放心吧，姬子少校。姬子，你少看不起我。哼，小角色，帮帮忙。牙医，你为什么要关掉那些机关？我们又不是 Brania 那个水平的黑客，这么做不浪费时间吗？天哪，你没有听说过未雨绸缪这个成语吗？未雨绸缪？那是啥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里多花一点时间，剩下的路上就再也不用被这种机关烦恼了。要休息一会儿吗？这一次的表现不够完美。
镇长，遵从你的命令。Bronya， 八重鹰请求出击。Kiana， 出击。这次要带我去哪里玩呢？是有任务要交给我吗？机会难得，要不要来试试新的配合方式？新的配合方式？就是最近专门训练过的连携攻击啊。清扫战场。完成。已经就位，前面就是这艘战舰的尾部吧？姬子说过，让我们在舰尾集合，然后集中突破吧。不过，总觉得有一股隐隐的不安。哎呀，牙医，你就是爱操心。只要本小姐出马，哪有消灭不了的敌人？小角色。不够完美。
舰长，遵从你的命令。重装小兔十九岁，现在可不是瞌睡的时候了。像样的对手了。再快一点，破解完成。Bronia， 太好了，你也没事。雅依姐姐，一心就位，情况我了解了。 Bronia， 牙医就拜托你了。姬子少校请放心，牙医姐姐的身体状况已经稳定下来了，提安娜在背着她，敌人交给 Bronia 就好。对了对了，姬子，牙医刚才的限制程序是怎么回事？还有倒计时什么的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等任务结束我会好好和你解释的。清扫战场。谨慎行事。小心死亡。斩速决，不足挂齿。这一次的表现不够完美。已经就位，清扫战场，就是现在。
样的对手吗？天哪，我这是牙医，牙医姐姐 ，Ronia， 啊，是你帮我们进入了战舰内部吧？作战还顺利吗？一切顺利，牙医姐姐。战舰内部的防护系统都是我以前见过的，破解起来没有任何问题。提安娜呢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没事，背着牙医的话，我还能再跑一个马拉松。对了 ，Ronia， 你说以前见过。是指你还在逆商的时候吗？嗯，这里的设计风格、设计理念，甚至徽章印记，都有很强的逆商特征。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无人战舰？罗尼亚想不明白。任务已经完成。休息时间结束了吗？绝不辜负你。放我下来吧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啊，这么快？牙医姐姐，请一定不要勉强自己。我真的没事了，谢谢你们这么为我着想。牙医姐姐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以前多亏了牙医姐姐 ，Bronya 才能逃离逆商的控制。所以，现在这种时候，就请依靠 Bronya 吧。啊？怎么了，提安娜？牙医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胖了，不想让我发现才急着要下来？哎，提安娜，清扫战场。家族的荣誉由我来守护。
任重而道远。你是个乖孩子呢，摸摸头。是有任务要交给我吗？移情就位。雅姨姐姐果然还是在勉强自己。雅姨姐姐，芙蓉娘有一个建议。芙蓉娘，你发现了什么吗？这里的机甲，芙蓉娘想让他们物尽其用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小瞧我吗？密码锁定破解，驾驶权限开放，战斗系统激活。木马病毒？不，好像只是外泄的崩坏能，应该没有事。拟伤特种作战机甲，破解完成。哇，好酷啊！让我来开吧。不行。哎，为什么？难得的机会。安全驾驶机甲需要接受10000小时以上的训练，并掌握电磁学、流体力学、空气动力学的基本知识，才能胜任。啊，你骗我的吧？这玩意儿看起来不是比骑自行车还简单吗？提安娜，别乱来。胜利就由我收下了。
已经就位。怎么样，本小姐的驾驶技术在逆商能排第几？第几不知道，肯定是倒数的。什么嘛，我明明消灭了这么多敌人。但是唯一一台能破解使用的机甲就这样被提安娜开坏了。那有什么办法，毕竟消灭了这么多敌人。然后不小心按了自爆按钮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个机甲已经不能驾驶，我们就不要再争论这种问题了。说起来，根据舱内结构图，穿过前面的大门应该就是剑桥了吧。是的，雅依姐姐。那我们就一鼓作气，先确保剑桥的控制权吧。家族的荣誉由我来守护。剑桥没有敌人，重装小兔十九 C， 现在开始破解主控系统。没有登录密码，操作权限全部开放，怎么会这样？已经就位。这真是太奇怪了，这样做不等于是白白把战舰送到我们手里了吗？ Bronya， 你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慎重，避免对方暗藏了木马程序。机子少校， Bronya 在主控电脑中发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。邮件？亲爱的 Kiana， 你好，这艘战舰月光王座终于在14年后交还于你，你会登上王座，塑造新世界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还要找到400钥匙，征服的雷电，极翼的烈焰，渴望的风暴，静谧的死亡。对了，航行系统的密码是你的生日哦。等等，这封邮件为什么是写给我的？提安娜，你知道些什么吗？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会这样给你写信的家伙？不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我可不记得我有一个土豪到会送我战舰的朋友。再说我那个离家出走的笨蛋老爸才不会这么装腔作势。征服的雷电，渴望的风暴。等等，为什么我觉得有点耳熟？提安娜，告诉 Bronya 你的生日。要休息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我的生日？继子，你该不会真的相信这种恶作剧邮件吧？ Bronya， 提安娜的生日是12月7日啊。雅一，获得航行权限，航行目的地变更，启动密码还真的是我的生日。圣弗雷亚学员，等我们把战舰开回圣弗雷亚学员，相信一切就会水落石出的。目前看来，送来战舰的人好像没有什么恶意。发生什么了，Bronya？ Mercury System 检测到生物芯片异常，强制操控紧急系统，重新启动。切换到排除模式，
快速掌握所有力量。这就是发现敌人，胜利就由我收下了。Bronia，快醒醒！雅依姐姐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太好了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Bronia，难道刚刚 Bronia 的芯片失去了控制？通讯恢复了。Bronia，你没事吧？Bronia没事。但是在返回学院后，姬子少校请给 Bronia 安排全面的身体检查。 Bronia 不想再以任何形式拖大家的后腿了。